哦，开始了。哦，哦，这是索亚，索亚这么快就进来了。索亚有看到我吗？啊、什么东西？但是什么 F 键切换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按 F 可以把灯打开。东西。药包就是被抓之后就靠索亚了，全部都靠你了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变全村的希望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普你还知道要关门？打扰了，打扰了。随手关门吗？普真的是很有礼貌。关门。他、啊、那个保险啊，普，那我们就用跑的丢下他们好了。好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也要跑，我也要跑。哦、啊！我怎么听到什么声音？我怎么听到什么声音？老鼠了，老鼠了。好。好，我放了。看一下。这是电击疗法是吗？哎、欸，我可以进去，哎、哦，进、哦哦欸、去哪？哎、欸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哎、欸，我也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。快点，我听到什么声音了？他不见了！我靠！不见了！哎、欸，救命！救命！点点，好好好，有，等一下啊，我要拍照喽。好，好。拍了，哎、欸，好好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顺便用录影的好了。好，好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去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索亚，啊！索亚被抓走了。妈，你怎么都没感觉？同学，还怎么不看路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在这，他越走越快了，扑左边。哇靠，死梧桐，死定了，靠！哇靠，呜！又被抓了！完了！好，没得跑了，只能被抓了。哎，他现在被电了。完了！啊，是因为下我没下雨，完全跑不掉啊！往后跳了。哇！真的！被抓了！哭了吗？全村的希望。啊！等一下，我在这里。他被电了！我先救你，我先救你。你确定要那么快救我吗？你确定要那么快救我吗？救了！快跑！跑上楼！等一下，我看不到。哦，我觉得我要被杀了啦！哎呀，我被那个怪挡住啊！哦，好，我哎、欸、可以耶！可以啊！哇，好可怕哦！欸、不是这一条，这一条。哎、欸，你们从你们那个角度看，我有很奇怪吗？有点怪怪的耶。哎、欸，靠人走路！哎、啊欸，这个视角，噗！你在，啊，超坏，直接面贴脸呢！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怎样？请他送给他一些精神粮食。等一下，他就第一个先抓噗噗了。要叫 A B C。哇塞，他就现在跟他是那个，对啊，你跟他。你不跟他打招呼，你跟他打招呼，你按一二三。要帮你叫警察吗？他的牙齿，你是牙医对吧？你是牙医对吧？你刚刚变指甲了。这位先生，你在看哪里？这位先生，你们两位，这两位，这样好吗？会垂下来耶。你们到底要死我？我的手电筒要没电。好，索亚，我看到你了。我们要那个、okay. 要回到未来了，我们要回到未来了。索亚，五分钟后见。四、三、二。呜呜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直接趴下了、欸，直接往生。啊！我跟布布往生了。可以看他动哎、欸，你看他。你是玩我的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泰勒活着？我活着吗？你活着、啊欸欸，你只是蹲下来而已啊！好了，救一下吧。劲爆泰勒救我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被电死？为什么活着？我等下你不要动，欸、不要动了。是不是因为我刚刚跟噗噗是站着被电死啊？有可能。我们这样应该算解锁成功了吧、欸了？这是被救下来吗？来讲是没有沟通，那我觉得应该真的蛮可怕。有，我们已经被吓完一轮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得到抗体了。我们刚已经注射过这个恐怖疫苗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指导黄龙来给他破关。我们现在就养一些可爱的小老鼠啊，你看很可爱吧 ？Over here. Over here. Come on. Get over here. 好可怜老鼠，呼呼的笑。Over here. No. 你是谁？猜不到吧？地沟鼠车车。Man, you seeing this?哎、欸，为什么？
哦，好赞哦！是是是，哎，炫耀。Forget it。是，哎，五五吗？五没有反应。哎，三吗？我四四四吧，四吧，四啊，关键是。Look at this！ 你看，我抓到什么可爱的东西 ？Here。Look here。突然这样算，超好笑的。Here。瀑布那边长很像那个 VTuber 那个例会在那个。Over here。来来来，竞标竞标竞标，五元五元，我这边五元起标。抓这一只是一块钱。我这边五元，我这皇家的。我出十块，你把它抓走。送你了。OK，Nope，No way。这只老鼠觉得超级莫名其妙的。真的。瀑布，你想说我们在干嘛？No way！ 他感觉有点在祈求放下我的伙伴，拜托。Here，No way！Get it？Okay man， 泰勒是不是在厕所偷哭 ？Yeah，Okay， 好可怕，真的好可怕。真的看起来很像什么地震的那个方，那个急救那个防灾用品吗？对，虽然都是坏掉的食物吧。哇天哪，哎，他做的真的很细耶，你看他那个碗盘。是有苍蝇吗？对呀、啊，好猛哦、喔！还有香菇、鱼骨头，有香菇吗？哦，真的有，有啊，欸、这是香菇 香菇吗？香菇不是不是不是，那看起来很像蜡烛，烛台，蜡烛吗？好像是蜡烛哎，好像是蜡烛。小肉干吗？为什么盘子里面会有蜡烛？仪式吧，还是那种猪油？猪油？哦，你说要抹那个铁板的那个猪油上去的？对对对。来，给你看一下泰勒学长。泰勒学长现在已经灵魂出窍去上厕所了，他手上还抓着一只可爱的老鼠。那只老鼠已经眼神死了。哎、欸，那只老鼠晃到直接晕掉了、欸，好可怜哦。向泰勒炫耀，这一只啦，泰老板，我这一只比较新鲜。Over here， 来看看泰勒，看看小伙伴嘛。这样子会不会像在那个催眠？我看到了！哎、欸，等等，鬼来了，鬼来了，鬼来了！你们小心，鬼来了啦！鬼来了，泰勒，赶快回来！泰勒，赶快回来！真的有鬼、欸！先找他，先找他。嗨，他会抓你吧？他不会抓你吗？跟他示意，蹲起来，蹲下来，怎样？是哎，敬意，敬意，献上我们的敬意，献上我们的敬意。啊，因为我们还没电老鼠吗？是把顶到这里面给他点一下。泰勒的视角已经超好笑。对，泰勒完全不害怕、啊。不是，我觉得比那个我不知道，我很怕那个蜘蛛女，可是这个还好。不知道模式真的有没有加成啊？不确定。还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是在欺负他哎、欸。哇！哦，等一下，不要！哎，抱歉抱歉，我不小心紫外线点下去啊，泰勒！啊！他被我陷害了，抱歉，急救包啊！盆子在一楼，在火炉，在一楼，在火炉。我看到了，对对对，可是我应该先救人，对不对？不要不要，先不要，你看可不可以一次完成？老虎在哪里？对，最后老虎在二楼。我们还，你有看二楼有两个人吗？我们在二楼两个人在。对，有小怪。最后的全村的英雄，全村的希望。丢这个老鼠吃，然后再泰勒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好，不然你先抓好了。那就靠你了，我看一下。冲啊！GG，GG，全村的希望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乙处没有你刚刚那段一定剪精华、啊，就跟他讲说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养成游戏，就是养老鼠啊，抓一些可爱的老鼠啊，然后还要找东西给他吃这样子。可恶！不要去想象。哎呦，哇，他后面好快，后面真的好快哦。